书接上集，万磁王家族集结了32个成员，接下来他们要寻找第33个磁王。就在这时候，有一个粉丝再次投资488个币，希望让暗影豌豆加入万磁王家族。依稀记得之前的豌豆磁王都是他投资的，他的想法也很简单，希望豌豆家族集体叛变。据说暗影豌豆在和博士唠嗑，为了让他可以顺利加入万磁王家族，他们打算委派金炮磁王前去交涉一下。这不是入伙万磁王家族的豌豆迫击炮弟弟吗？找我有何事？暗影哥哥，豌豆家族的成员基本上都加入了万磁王家族，我们希望你也一起过来，这样我们可以团聚。如果团聚了，可谓是其乐融融，希望您考虑一下。加入也可以，希望能答应我一个条件，我希望你们能把我计划的全过程放出来，我非常想让屏幕前的小伙伴们一起欣赏一下。好的，这个条件很简单，之前幽木磁王也是这个条件，那我这就把你进化的过程放给大家看。接下来请大家欣赏一下暗豆磁王进化的全过程吧。下期想让哪个植物入伙万磁王，可以评论区留言哦。关注评论。